三乐章通常都叫做诙谐曲，意思就是说，比喻来讲，就现在的脸书文啊，啊，什么意思？你在写脸书啊，很灵巧的，很弹性的，你可以打了就打，说灵活精神，所以不会那么的有一个架构，就而且这个架构呢，又是很明显的卡农，而且卡农没有几个小节马上跟着，所以真的是跟屁虫一样。啊，这个跟屁虫啊，你看看哈、啊，它怎么跟啊？他们两两在跟，你等一下看到、啊。两两在做卡农，好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他们两个怎么样的排列组合的卡农。来，一开始，thank you.
Thank you.